跟我来。Carol， 伊拄好今日嘛要回诊，啊，而且刚一间病院，所以敢会当搭顺风车啊？王妹，即马是安怎啊？啊，我无叫你单独送去啊！哦，搁再讲 ，Carol 的脚受伤是嘛害哦？啊，你连这拢无想要斗相共，刚刚你真正要甲妈拗起来，叫妈家己陪 Carol 去回诊啊！哈，好啦，老公，要伫顺路嘛，你就做一个司机啦，哈。是安怎？哦，我的朋友没给我一个真重要的约会，安尼我就袂当陪 Carol 过去啊啦。嗯，哥，麻烦你啊。反正袂要紧啦，你着去无用你的，我家己来用的。Carol， 啊，你真无简单，才免坐轮椅的。万一无人甲你扶，伊个受伤是要安怎啊？大嫂，你都好人做到底啊！啊，你即马脚手拢好势，嗯，而且你个是独立型女性诶，你应该是会当家己去产检啦吼。当然无法度啊！啊，你无听到我水肿最严重哦？我看你啦，我先陪家顺去产检啦，等下了后我再带 Carol 去病院啦。嗯，老公，无咱做伙带 Carol 去啦，啊无你安尼样来来回回，会耽误着你上班时间啊。你确定？哼 ，Carol， 行。我阿婆陪你做伙去回诊，哈。多谢。但如果我听医生安尼讲，你应该较放心嘛。跟休困一阵嘛，你就无代志啊。听医生安尼讲，我一半是伤心，一半是欢喜。想哪个伤心？虽然我的脚受伤，下一步都去比赛，啊，不过我嘛得着个相处的机会，起码脚特别好啊，就代表我跟你。Carol， 当初你跟我分手，就是因为你选择事业。今麦你脚头要好啊，就应该专心专意在事业上，这别对不起你家己。我今麦才知影，我当初错到外里跑。跟你分开了后，我才了解，无你在我的身躯边，我根本无迄个心思顾我的事业。不管怎，咱都无可能回去过去啊！你即摆应该想的是，回去美国了后，要安怎发展你的事业，成为一个出色的舞者。卖袂记，你当初的梦想。你讲的遐，拢无你爹我的身躯边重要。是的啦，我伫讲遮的话。让你为难。对啦，嘉纯诶，你和嘉纯一个人去做产检，敢无问题？你今日无方便，应该有人伫边仔甲你斗相共。嘉纯嘛同意我安尼做。
你先坐里去啊！你现在坐里去啊！我是崔家纯。文章，我也真正就想要知影，你甲家纯是安怎会分子成婚啊？到底是安怎发生的？是安怎你两个人会莫名其妙就困做伙啊？你哪样用询问这啊？我。 我是想要给家己一个体贴实实的理由。迄一项的代志，我嘛无想要再去想啊。所以，一切拢是意外。你敢无想过，家纯是超工的？伊超工强调房间，才会让你家己发生问题。我知影。 家纯强调房间这个代志，听起来有淡薄调工，啊，不过你嘛安尼认为啊？黄春光，你是给人下药啊，才会把伊当作是我的。那安尼，家纯，敢是设计你啊？这无可能，我真确定，我给人下药啊，这甲家纯一点仔关系拢无。伊家己冷甲水茫茫啊，这哪有可能？ 就算不是好，才很失格。伊嘛有可能看到别人咧对你下药啊，算不叫你。是，佮早起你的房间等你啊。我坦白来讲过啊，伊家己人家最茫茫啊，伊佮狗仔当作是个前男友。这查某囡仔伫外口安尼，真正伤过危险啊。所以安尼听起来，你对这个行为嘛就不能接受的。 当然，我都接受啊。一个查某囡仔伫咧外口，要怎样安怎保护家己？好，刚才拄着我，若是拄着一个变态是变安怎？文章，既然安尼，你甲家纯根本一开始就是一个意外，我真正毋知影你是安怎，就是毋肯离开伊。明明我对你的感情比伊对你的感情更加深。 我最近嘛常常问我家己这个问题，啊，不过我敢有答案啊。当初我是安怎甲伊做伙，这无重要。重要的是，我即马甲家纯做伙，真快乐，真满足。这是我爱的生活，我爱的家庭。我无希望有任何人来破坏。 老师，你若是想要练跳舞，你也会当找我。毕竟阮翁照顾无咧呐，万一无甲你抱好，无说你去害你跋倒，阮阿婆会足歹势。家纯，我拄仔要去找你啦，啊，毋过，你免惊，我了解。啊，拄则吼。 就是有人想要做一个华丽的下腰无做好，你介意用的，所以给伊让一下安尼尔啦，我会当了解。老师，啊你以后吼，若是要选翁，就爱选这种的啦。那体格好，欢迎进卡丘个姐妹，绝对会当好好甲你保护，嘛保护你巴肚内囡仔。 对了，阿夏俊，阿坦多产检结果安怎？亮亮在家啦，你先讲哦，亮亮有乖乖长大哦。乖乖长大就好。没事啦，坦多无多陪你弟弟，阿无就会当生风痛化。要紧啦，等亮亮出事了后，你有足侪时间通陪。
这样。谢谢君。就过去。